我们住平房，大杂院，大院一家，这院里三四五家街坊，连我们算是和五家街坊，街坊邻居。热天夏天呢，谁都在院里凉快，院里摆个小桌子，这邱大爷要写信，给谁写？给老家写信。哎，给老熟起封信，去信，他不说去，他说气。哎，这不知道他这什么字儿，怎么念的，什么口音，也许他地方语是那样。给老熟气个信。老熟是谁呀？就是他伯伯。这个词儿呢，咱们天津是叫伯伯，北京叫叔叔啊。我二叔，我三叔，老叔，老叔叫老爹了，咱们北京叫二叔三叔，最老的呢就叫老爹，老爹了。咱们天津呢，二伯三伯，最老的老伯，叫伯伯。这邱大爷呢，他不是，他不叫伯伯，他不叫叔叔，他叫熟。我说不清他哪儿人，他什么地儿人，我说不清。叫熟，二叔叫二熟，三叔叫三熟，老叔呢叫老熟，老熟就是他这老叔。哎，给老熟，给老熟气个信，气个信，都在院里坐着，他那个小桌子摆在那儿，我也在院里坐着。我心说，提笔忘字，这是他的特点，提笔忘字，沾酒就醉，啊，遇事则迷，见财起意，这是他的名字。提笔忘字那是准的。我心说，我坐着坐着甭搭理他，他不平常老不服吗？他能耐大，他学问大，他有学问，认字多。我看着他今儿写信，甭理他。谁人一会儿就得问来，不会写，该问我这个字怎么写，他准得问我，撇着咧嘴的，给老熟气封信，摆上小桌。回头得看看看我，看我一眼，这意思你看我，不求人，这意思谁不看我一眼？老叔寄封信，写吧，不是钢笔，也不是圆珠笔，也不是铅笔，墨笔字儿，毛笔，墨笔字儿，拿个孩子念书那个砚台呀、墨呀，还研墨，研墨，还使挺大劲，给老叔寄信。给老熟气信，研完了墨了，把笔拿过来了，把吃奶劲都使出来了，又看看我，铺上一张纸，这是写，铅笔咔咔咔咔咔写，写，刚一写，写了一圈，一瞧，笔头掉了。捡起来安上，又写图扎一窟窿，枣核还没写呢，先糟蹋一管笔，换支笔吧，又换支笔又拿回来了，咔咔又添薄了笔，摸摸看看这回是枣核不是，这笔没笔头没掉啊，它怎么个枣核，看哎写吧，抬头想想了半天，不知道怎么写。叔父大人，他不叫叔父啊，他叫熟，老熟嘛，他就写老熟，老熟，他写生熟的熟，生熟的熟，生熟熟写错了，写了老热，头一句是老热听真，我娘到了，这俩我字挨着，我娘到了，你来就来，不来就不来，要来带不来，大袜子相片来，买不买完了，完还是那个完散高丹的那个完，完散高丹的完，拿着看，我过去瞅瞅，我心说他看他写的什么玩意儿了，
过去瞧，咱不明白，他不懂他这玩意儿什么呀？这是，我你给老叔写信了，啊，给老叔写了。我一瞧老热，老热，我老热是就是老叔啊，啊，老熟啊，老熟啊，他热熟他不分，他可不他也不知道，就是老热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俩我这挨着。我老热听真，他就跟老热说话呢。老热听真，我娘到了，这俩人，我是他本人，我娘是他们老太太，我娘到了，从老家往这儿来，到了，让老热放心，就是我娘到了，这老热就放心了，知道是老太太到了，我娘到了，你来就来，这横在家说好了，他们娘俩来了，老热也跟着要来，是吧？问老热来不来吧，你来就来，不来就不来，要不来就不来就行，不来就要来带不来，这到不来这是什么呢？如果老热来了带他们老家乡下的小粗布来，就这么一尺多宽那个小布，带那小布来，他不是他写的是不来不去的不，这个不要来带不来，就是那种大袜子相片来。大袜子是谁呢？老热的闺女。老热的闺女要结婚了，要结婚了，哎，就是他大妹子，老热闺女是他大妹子。妹子呢行，那女的牌写了个衣补，大变大袜子相片来，然后大妹子的相片啊，这是好大伙看看，就和让给大袜子照个相片，哎，还买不买大袜子相片来？买不买？这买不买是什么？就是陪送啊，这个大袜子结婚的东西买不买？要买，让老热带钱来，这儿没有钱给垫，就是这么带。买不买就问这东西买不买？要不买，这儿可没有钱。要买大袜子，带着钱来，大袜子来，老热来，上这儿来买来。不来呢，我们也不去，也不给买，就这末了完了，是完散高单的。完了，那完了，叠不，咱也不管他，装在信里，好，寄走了。接了没？第二天，门口还，邱志明，邱志明来信，邱志明来信，嚯，邱家一听，嚯，信都回来了，接过来一瞧，还是他写的信，因为他把地名给写到上头，又寄回来了。